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gelababy。最近发生最糗的事情，哦，对对对，昨天晚上起来上厕所，然后没有，因为我跟孩子一起睡嘛，然后没有开灯，不想吵醒他。然后因为天凉了，我拿了个暖气片放在床边上，然后上完厕所回来就砰撞上我的暖气片，然后今天膝盖很疼。杨幂的苦笑。那个高难度。最喜欢粉丝给我取的外号，都喜欢吧，反正他们各种黑我呀。你们纯瘾。小熊厉害了，熊都会说话了。如果你是女孩，我先要送你一套减肥套装，因为这样你才能穿得上迪奥纤纤美美的裙子呀。刷微博最火的流行语，疯狂打电话，疯狂打 call。 对，我觉得现在还是不要比较好。对，我希望等他长大一点，懂事一点，自己征求一下他的意见。对，想问小熊，你最喜欢的女明星是谁呀？除了我之外。妈妈，难道不是毛毛姐吗？瑟瑟发抖。哇。